找到了这个。好，你给它照筒子里面。你用电灯照筒子里面会发生什么事？我变成一个好，给筒子拿起来，拿电灯给它照相机。对，我要变成什么？我要变成黄色的，而且你的筒子在发光哎，变成一个发光的筒子。哇，变成哇，那个光变得很奇怪哎，哇，这是什么光？是马桶光吗？喂，怎么变这样？变一个哇，好像极光一样。螺旋彩带，螺旋面包光光。哎，阿姨，你如果拿起来照那个黄色的车子呢？黄色的车子会在墙上吗？嗯，这个好像不行的。你要给那个方要弄大一点，要照那个车子呢。螺旋彩带，把你绑起来，圈。咻咻咻咻咻。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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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。黑色螺旋彩带。下下下下下下。咻咻咻，哇！超好玩的啦！哇塞！你用这样好吗？那你也用。哇！银河，这是极光吗？我也要，我也要。这是极光哎！我也要。哇！